亲啊，继续来看婚姻后背顶公所，九月初九明仔载暗，要伫个永翠阁来举办中秋晚会。除了有精彩的节目，阁有幕彩哦，要陪伴后背乡亲过中秋。中秋节要到了，伫个这么重要的节日，为着大家努力来过节，后背顶公所会伫个明仔载暗时啊，伫个永翠阁举办中秋节的活动晚会。会当来个永翠阁家看夜景，啊来参加着咱的后背公所举办的咱这个花好月圆中秋节庆祝活动。后背永翠阁是关中古迹，民众伫个日时时阵会当感受到日本风格古建的美水。啊暗时啊，除了精彩活动，永翠阁本身嘛有迷人的灯光秀。永翠阁应该是我们全云林县甚至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日式的建筑，它有非常美的一个氛围。民众参加永翠阁同时，欣赏到精彩艺术品，欢迎大家在即摆中秋假期，小招来到虎尾，过一个精彩跟欢喜的中秋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